娘娘说，我上辈子是把剑，天生不会与人相处，还说不要轻易爱上男人，但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娘娘的遗愿我一定会完成，所以放开我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生孩子？哎，还不过来帮忙。这也能帮忙？男人嘛，我绝对不会和合作伙伴有任何的感情牵绊。你这是强抢民男。女人嘛，你敢说你对我没有一点动心？感情嘛，刚刚看如意姐的眼神不一般哦，你是不是对如意姐有点那个了？你是朱一卫左使，我是六道堂副堂主，如果我们能早点遇到会不会更好？如果我遇见你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刺杀你的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朱一卫，他想害我们他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我这条命。你在骗我，怎理由？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那你就杀了我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？我没有以为什么，我只想救你。安国长庆侯李鸿光参见陛下。师父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？我是个钦犯，你是贵女。昨晚，昨晚已经过去了。我从小就在冷宫里长大，宫里的阴谋诡计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总说我喜欢独自行动，这一回你陪我一起去，好吗？飒沓于心，陪你快意江湖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